上支影片从尼斯一路到摩纳哥，这支影片会从芒通到埃兹，最后到坎城。芒通最著名的就是它的柠檬，它也是欧洲柠檬最大的生产地，每年二月的时候都会举办芒通柠檬节。我们来到了芒通柠檬城，黄黄的不是芒果，是柠檬，还没看到柠檬，不知道等一下会不会看到。哦，开始出现柠檬了，好多好多刺激，够醉。我们没有看到真的柠檬，所以我们就买了 lemonade 来尝一尝。买了 lemonade， 但是有一点太酸了，太酸了。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吃出这里柠檬的特色。虽然没有真的看到柠檬，但整个城市它的颜色非常疗愈，黄黄橘橘的。我们现在在芒通，这个点应该是最想来拍照的点。然后刚路上也很多很漂亮的地方，然后我们不小心走错之后。就是遇到一个蛮漂亮的小巷，白色的窗户是真的，绿的是假的。芒通也被称为法国珍珠，所以如果有来南法的话，非常推荐可以花一个上午或一个下午沉浸一下在这个小镇里。今天从尼斯到 S， 然后本来是打算要搭公车，但后来我们最后是搭了 Uber， 大概30欧吧，就是价格还 OK。到时候有一点小小下雨，但现在还是放晴。这里蛮有南法的感觉。早上我们先去参加了 Fragonarda 的香水 workshop。整个 workshop 除了介绍香水的制造过程之外呢，它还有让我们尝试去闻不同的香气，然后去猜说它是什么样的味道。其中他有说到一点是说，全世界的 perfumer 调香师大约有500位。那这个数字其实是比太空人还要少，500位的 perfumer， 其中有100位是在法国。其中有一个环节是给你3种不同的香味，让你自己调出自己想要的比例的香水的味道。每个人透过不同的比例调出来，化学效应出来的香味都是不同的。调出来的味道跟想象的会不一样。很开心这次有来参加这个 workshop， 对香水又有多了一些了解，可以了解到它整个制造过程的繁复，在买香水的时候会更愿意花钱来买。他说这种瓶子是他们自己的瓶子，然后一般的香水瓶就是类似玻璃的，可能就是2年然后会变质，那他们这种他们自己的这个材质的话可以放6年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多肉植物园，算是其中一个非常期待的点。看到这么多人，本来是以为多肉植物园要排队进场，后来才发现就是它其实还没有爬上来的时候，在下面是有一个售票的机器，所以如果你在下面买票的话，上来就不用再排队。
下这个毛毛会不会刺。本来早上还有点下雨，现在整个放晴了。Doesn't look good. Anyone swimming down there? 我们攻顶了。Yeah. Que je le répète, hein. 多肉附近这边小镇真的很漂亮，但是不知道有没有拍出它的美。行程第三天在坎城，感觉坎城没有影展花，不知道有什么。比较期待去市集，然后可能差不多就这样。南法感觉每个城市其实好像都差不多，没有什么。太多的差别，看不太出每个地方的怎么讲特色吧。可能要去一些自然景观，可能山上之类的。那可能就要去中间，就不是沿海了，因为地中海沿岸感觉就是都差不多，差不多。食物也都差不多，地中海的都一样。我们吃两餐就放弃了。左边这个。